欢迎大家收看《贼窝说》频道。OK， 现在是半夜四点，我不可以太过大声，因为家人已经睡觉了。所以我就来开始开这个，保证获得100个或以上的这个赠送宝珠，100个或以上。凌晨4点多，刚刚他过了那个更新时间的一天。So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00宝珠在凌晨4点过后它会给什么东西。Okay， 挑战。300珠，Oh my god！ 哇，500耶！哇，我值得耶！我靠，值500。这500个在哪里？宝珠500个 ，Oh my god！ 哇，谢谢怪物弹珠，它真的是很多很多，太惊喜了，太惊喜了！我半夜4点都不能喊，可是我心情真的是很惊喜，很惊喜。别冷静，冷静，冷静。OK， 谢谢大家收看。说我现在转去我的小号。Hello， 我现在心情很紧张。说刚才我的大号诶，试了这个宝，赠送宝珠100个或以上上，拿了500个，真的是500个。我现在还是很惊讶，平时真的是很非洲，今天真的澳洲到没有话讲，把。我还没有抽英雄学院啊，所以抽的时候我也是很怕，不懂会不会又给官方回收回我那些珠。OK， 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就来开抽，来一起看一下这个宝珠100个或以上，凌晨4点多过后，他刚刚更新会给什么，会给大概多少 ？Let's go。继续，哦，结束 ，no， 结束。刚才大号太好运了，所以结束了。啊哈，150个吧。OK 了，我也不可以太过贪心。宝珠150个真的是很感谢，很感恩的。然后也祝各位抽宝珠抽到好运，可以拿超过100个，不要非洲到真的是只是拿了100个吧，那个真的是太过非洲了。所以大家如果拿到多少，可以在我们的留言下面分享一下大家拿到多少。我现在还是很紧张。OK， 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